欢迎收看 Web TV 网罗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 Bill 王宏恩，我是罗文玉。哇，我今天异常的兴奋。对，你每一场都嘛很兴奋。你说讲到兴奋，我还真的比你兴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至少认识超过有17到18年的朋友。真的，而为了他，我还练了一个演奏曲让你听一下，太经典了这个旋律，各位观众你也猜一下。哇，你这个猫头鹰是学的蛮像的。不是啊，是二胡啦。哦，有。哎呦嘿呀，欢迎。那我们就直接把大明星带走了啊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正式欢迎秀秀许茹芸。好，正向，没事，yeah. 哇！你们真的以前有一起驻唱过对？有啊，只是我们没有一起唱，是我们有在同一个。哦，你说 A 咖他算是替补就对了，真的没有人来代班的时候就换他，我就偶尔去帮他代班而已啊。刚刚红人他讲到，你的歌真的陪伴他在失恋的时候，哇，他的泪真的流成，你安慰了多少？讲到这一首歌，哪一段？你现在是结婚了吗？没有，单身啊。对，因为我一直找不到对的人，我一直找不到，因为他的泪还没有流干，对，所以还有我的泪跟海一样，所以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他慢慢流。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下海？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。哇，你怎么舍得？我的爱留下海，伤心的往事一幕幕就像潮水将我掩埋。我有一种漫步在云端的感觉，已经相约在云端了。这首太经典了，这两个真的很会演。我觉得我们今天话真的少讲，比较浮夸一点。你先看这首歌，来快拍一张照片，我们 IG 一下。一二三，哇，太棒了！对，我觉得，今天网络我们讲没聊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喂，你跟他比较熟嘛？也很久没聊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差一点叫你如云，如云，我觉得哇。如风，如风在哪里？如雨有没有太？如风在哪里 ？OK， 对，在我第一次跟秀秀呢，如雨他也没有下。不是我去哪里唱歌？大业大学哪里？哦，大业大学。你有一次去那时候演唱王菲的歌，那时候还 cover 王菲的歌。我还带那个 keyboard 吗？对，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现场有琴，现场有就弹琴。哦，我们曾经也是，而且学吉他在民歌餐厅，你已经高挂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还在民歌餐厅唱你的歌，那个阶段就觉得有这个朋友实在感到太骄傲了。还记得那时候机交的时候，机车交友的时候，大学流行机交啊，联谊联谊，对联谊。然后那时候女朋友就是跟学长跑了嘛，我就是骑摩托车听着泪海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被风吹嘛，逆风的这样的状况下，这样贴脸这样，对，边哭边骑。所以他现在一辈子不打篮球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。想一想这些，哇！而且我最近看你的这个 YouTube 下面的留言，发现都是近期的留言呢。你们有玩那个明信片吗？我之前有做一个明信片的活动，哪一个？就是你现在上 Facebook， 好来，有你点进去送小礼物，你可以留言，是跟歌名有相关的文字，是我手写的文字。这全部我们自己写的，就只要上我们秀秀的 Facebook 粉丝页，对，然后玩这个明信片游戏就可以得到你亲手设计的这样的明信片。既然我们 Win 自己都 cue 自己要唱《男人女人》，好不好？这首歌，对啊，好久没唱。哦，你们之前有合唱过吗？太久了，好像以前没有哎。天哪，我人生中又是另外一个最梦幻的时刻。OK， 好了，这一趴就让你们了，我就专心开车了，好不好？你帮我买一个咖啡，谢谢。知道，因为有了孩子之后，半夜起来泡牛奶都困不着。我觉得真的今天很开心，我要特别要那恭喜秀秀，你的演唱会马上才开始开麦哦，立刻。
卖完了。今天的任务就是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以前秀秀在民歌餐厅的时候，他有搭档二重唱，他其实和声其实非常厉害。哦，如果云知道呼喊过一秒，直觉的生命不停燃烧。如果雨知道，想你的夜慢慢熬，每当心疼过一秒，每每哭泣过一秒，只剩下心。他都没有在帮我们合音。好，其实我们最后呢，我手上拿的是什么？等等，因为台北场已经卖完了，那我们只能送台中场。这次我们演唱会的名字叫什么？哦，这有点太难了吧？对，在这个影片里面，你一定要公开分享，而且在下方留言，我们真的会去看哦，看你有没有公开分享哦。能拿到这个网罗大明星的票的人。你要到时候现场大声告诉我你是拿到网罗大明星的票来的，而且我们要立刻做一个分辨，我们请秀秀在这上面签他的名，签名好不好？你就可以去侧台拿地面纸跟，反正我他刚 cue 我去站台嘛，反正我就站在台边了。对，拿卫生纸什么的。今天我要砥砺网罗大明星，成功。